阿信佢尋晚係咪講咗好多難聽嘅説話？佢嬲我唔肯幫佢，咁但係唔識講咯。佢近排好大壓力，所以你冇擺喺心度，同埋即係當你有好兄弟先會咁嬲。我知啊。你知唔知佢尋晚飲到好醉？佢醉到瞓咗喺地下度，一時就鬧你，一時就話份 job 好我頂，成個細路仔咁。 我知道佢心入面好难受，我见到佢咁嘅样，我都好难受。你可唔可以再帮到佢一次啊？你识咗佢十几年，你知佢份人，佢一定唔会再出声揾你帮。我知你有你嘅难处，不过阿信话你同个老伯关系好好，由你再出声问，可能得咧？一系咁啊，加埋我，我陪你一齐去求佢，我哋两个人诚意都多一倍。 应该冇问题嘅，系咪？咁早嘅？等咗好耐。唔会啊，应该嘅。你喺度等我得噶。 咁早操两棚啊？咁好使，咁早翻，点解有糖啊？我就系趁冇糖先过嚟操下啊嘛。哇，一上嚟操咁重，松哥果然劲啊！<笑>10岁啦，吓，你都饮奶粉？呢啲嘢点都饮下嘅，帮下啲肌肉嘛。系啦，你谂下，你咁大只，你平时操嘢又要戒口又冇啖冇食，咁要靠啲补品噶啦，系咪先？ 记唔记得上次有叫林信嘅人介绍过一只田七宝剑嚟噶？其实嗰系我朋友嚟噶，我自己都试过饮噶，唔错噶。你饮呢一只嘢饮到厌啊，唔可以试下新口味咯，系咪先？到你啦。 我哋一路倾，就一路操，好唔好？ 你 reception 出面咧，咪仲有好多位嘅，借嘢咁過癮，俾個機會得唔得？出下力先至得噶嘛，唔係要傾下俾個機會你個 friend 嘅咩？咁快頂唔順，唔傾落去啊！頂唔順，該係你啊，寫到摸手摸腳，都話唔啱啲咩嘢啦。啊？點啊 ？Sorry， 我真係搞唔掂。嗰陣有好惡梗，如果留喺嗰度嘅話咧，我揸都冇啊。揸都冇？咩意思啊？哦，咁低聲下氣，原來為咗呢個靚女啊嘛？佢係我兄弟條女嚟啊！兄弟條女就咁落力。 阿 man 帮我同帮兄弟系冇分别噶。系，算啦。田七呢期嚟饮品本来冇乜兴趣噶，不过俾我摆档，我又冇乜所谓。靓女讲到你咁为兄弟，我睇你有几威咯。整场比赛分胜负，你赢咗我冇声出，听日就可以摆档。你话噶？
俾心機啲啦，兄弟。機會嚟啦，你實贏佢嘅。一共三個 round， 而家第一個 round， 限時一分鐘 ，fight！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务，而家无论是透过网站抑或 TVB Anywhere Plus 应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睇到我哋嘅精彩节目。记得支持埋我哋嘅新剧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仲未喺我哋用户嘅朋友，快啲 scan 呢个 QR code 同我哋嘅同事了解最新优惠啦！Hello， 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你哋好，我系佘诗曼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收睇新闻女王精华片段啦。仲有啊，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近仲新出咗一条专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嘅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